念老引金刚三昧经给我们说出的这个入道多途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多途啊，要而言之不出二种啊，那麻烦呢？咱们解药啊，解药而言呢，总不外两大类，一类理入，一类行入。理入明白了。全教菩萨就有啊，但是行如更圆满，行如是具足戒定慧啊，为什么他落实了理入而不落，没有落熟落实，有啊，有这种人呐、啊，全教菩萨他说的头头是道，没说错啊，有资格讲经说法，但是他没做到啊，自己还做不到，实在讲的是理还没有透，理一定要大彻大悟，就圆满了。啊，小悟、大悟，还有一些没做到，不能说他没入，入佛境界，啊，习气犹存，不得究竟圆满的受用，所以教我们啊，智者无证呐、啊，安心无我也，万有皆空，无所需求。这四句话重要那么我们问题出在哪里？万有就是万法，我们把万法都当真的，对于一切法，我们有所愿，有所求。这就错了。不知道啊，这些法，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两句话是说一切法的真相，就是实相。我们用什么态度对它呢？要跟佛菩萨一样。得其真相的，不放在心上的。所以《金刚经》上说的好啊，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下面就怎么对付它？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像露水一样，露水太阳一出来没有了。闪电
看到闪电光一亮就没有了。啊，下面这一句更亲切，一切法就像闪电一样，比闪电快啊！闪电我们还能觉察到啊，它快的那个速度我们无法觉察到，就在面前，眼对色，耳对音声，鼻对香，舌对味，不知道它是空的，它是假的，把它认为真有。哎呀，酸甜苦辣咸，以为真有，不知道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什么是真的？自信是真的，真不可得，假的更不可得。啊，真的跟假的都不要有得失心就好，那就恭喜你，你成就了，你得大自在了。啊，这个几句话